小姐吗？你说说你啊，张小姐，怎么隔了这么久才来呢？今天呢，是我们年前最后一波活动，错过了今天呀，你就哭吧。张小姐的手呢，是挺好看的，如果配上我们家的这些饰品呀，指定是绝美呀。先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吧，我给你介绍一下也行的。我手上的这种是吗？我手上的这种呢是宝石，价位呢是这个里面最高的，虽然说价位是最高的，但是它很值的。你看看这个成色，这戴上去的这个效果怎么样？上面呢是宝石，这里头呢都是钻石，是真的吗？这个半真半假，一般呢是真宝石，一般嘛就是假的，因为这种嘛更便宜一些。但是你放心啊，戴上去呢绝对看不出来。有没有喜欢的颜色呢？我先为你试戴，紫色的是吧？戴这个手指是吗？好的。哎呀，张小姐，你这手有点粗呀，戴不进去呢。不过呢，不用担心，咱们这个是可以调节的。好的，再帮你戴上去。哇，这个紫色很适合张小姐呢，显得手又白又长，又好看。这个多少钱是吗？这个呢是5800，这个5800呢是这些宝石里面最便宜。
剩一千呢，咱们就剩一千。张小姐，你先待着，不着急啊。你再考虑一会儿，看要不要嘛。刚好呢，你赶上了我们家的活动，还有最后的三张卡片，三张绿豆呢，指定有一个是一个大奖，这个是免费抽的。张小姐可以试一下你的手气，说不定就中了个免单呢，对吧？中间的这个是吗？好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。哎呦，你抽抽，下次努力，要不再抽一次？还有两张了，这次中奖的机会肯定是很大的。但是我们这第一次的话是免费的，再抽第二次的话是要交500块钱。毕竟呢，你要是中了那个免单的话，我们多亏呀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也理解一下，让我们少赚那么一点点，好吧？这两个看一下，选哪个？是吧？好的，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。再来一次，张小姐，那就再来一次吧。第三次的话，费用是3000。张小姐，你放心，最后一张呢，指定是一个奖。不坑你，不坑你，来试一下吧。恭喜张小姐抽中了我们家的3等奖。虽然张小姐没有抽中免单呢，但是这个只差一步的意思呢。张小姐今天花够5万块钱，咱们就送这些耳饰3副，还是很划算的，并且呢是我们家的终身会员。所以呢，张小姐你还可以选一个17700块的戒指。我看了一下这里面呢，也没有上万的东西了，还有一个上万的呢，就是我手上面的这个红宝石，单卖一个的话是要2万多呢。今天呢，我就忍痛割爱，17000卖给你吧，行吧？我戴过了，张小姐，这我戴过还没有一天呢，怎么能叫戴过呢？对吧？你自己看一下这一款和你其他的款式是不是不一样？这个17000啊，你指定是赚了，你知道吧？现在这些呢，一共就是花够了5万块钱，所以呢，你就可以挑3副耳饰了。张小姐，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。哦，对了，张小姐，挑选之前呢，需要你先交费，你先去把那5万块钱给交了吧。好吧，我在这等你。哎，张小姐。交过了是吧？好的，你可以挑选了。这3副是吗？花花的。哎呦，张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这3款呢不是免费的。你那个5万块钱送的就只有这个、这个、这个、这个，还有这个、这个，还有这一个。这几副呢是送的，其他的这些呀都要花够10万块钱才可以送的。哎，张小姐，你别激动啊，这规矩呢也不是我定的，这是我们家老板定的。你如果有问题，去找我们店长嘛，对吧？你再想挑其他的也行，加个1000块钱，然后呢再送你一个装饰品的盒子，你看看怎么样？1000，能不能接受？可以的是吧？那你是要这3副吗？那我就给你装这3副喽。因为对面美容院呢，跟我们店长是老朋友，所以嘱咐了要给你优惠点，因为那个价格嘛也很优惠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另外再送你1副耳饰，好吧？就为你选择这1副吧，素净。这些呢，就是你今天